由知名手机游戏改编的 PlayStation 4格斗对战游戏《彼岸幻想 vs》公布了新的宣传影片喽。玩家在本作中将可以体验到爽快流畅的对战以及大魄力的角色演出，同时也有 RPG 模式、大型 BOSS 战等充满原作要素的丰富游戏内容。在这次的宣传影片中，公布了两名隶属于以狩猎新精兽为目的的组织成员杰塔以及巴萨拉卡。杰塔可以使用不让对手接近、中距离的猛攻，也擅长能够发挥自己速度的空中战。巴萨拉卡凭借着自身压倒性的力量和绝不会退缩的精神，消灭眼前所有敌人。目前游戏初期可选的十一名角色已经全数公布完毕，本命角色没参战的玩家们先不要失望，游戏将在发售后追加五名 DLC 角色，还是有希望的哦。予約よろしく。